这只脚底下吸在那个石缝底下。哎，有有有有有，哦，这一样了，一样。哎，哦，哇，你看看看看，我的妈呀，这个是一浪打上来的，白鹅呀，什么情况？黑蟹就在沙里头的。哎呦，好多这种白蛤蜊，好多呀，出了，这边还有。这里是养殖场的附近啊，也有可能是撒的苗被淌出来了，刚刚一浪给我送上来了，又来大浪了，看下一个浪有没有了，快点捡啊，这白鸽回家炒一盘可以，这个肉很肥呀，咱们上浪那边你看看，这边还有几个呢，还有啊，哇，没注意呢，这里这又一个，大浪送我点海鲜吧，小八爪鱼伪装的跟石块颜色一样了，哎呀，哎，哦，我的妈，哦，逃脱了，回来，这也太凶了吧，上来就有用物攻击我，看这只个头还不错，哇，这只不大但是很肥，收了收了，来，哇，看看看，这边一只，这边这只大呀，天哪，哇，这只大，这上海大巨无霸八爪鱼，它这只脚底下系在那个石缝底下。哎，有有有有有，哦，哎呀，我这天天被章鱼欺负了。这只可以，这个头好大，脑袋也特别的大。也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大米啊？哇塞！哎呀，回家养了当只宠物应该也不错。给它收了吧，这只得2-3斤啊！哇，还在吐水。来，收了啊。看这边这个水沟里面，果然发现了一只宝蛤蜊，嘿，给它夹走，带着吧，继续找一找啊。这边，哇，这边这只大毛蛤蜊，这只可大呀，把它抽出来给大家看一下。嘿，这只还行，挺肥的这个，啊，咱也给它带着了。哦，前面这边又一只，哇，这只红色的耶，大八爪鱼，是不是还没有变色呀？哦，你看一抓它，身上就变色变色，颜色由浅到深，由深到浅。哇，看这只大脑袋，这八爪鱼也太大了，我都真的不忍心抓它。哇，来吧，那咱就不客气了啊，别吸了，别吸了。哎呦，出来出来。哇，哦，这一只个头也不小，没有那只那么大，但也还行。它这只啊，脸上长了痘痘，你看，长了好几只痘痘。这只也可以啊，它那个吸盘吸着我的手啊，感觉我的手上跟过电似的，太凶了。来来来，进来，打点水，打点水。两只，拿去海鲜市场卖，这两只得卖好几百。今天这个收获真不错啊，大家来看一下，看。养殖这个大八爪，还有捡了一些蛤蜊哦。今天这个潮水涨得也特别的快，很快就涨上来了。那我回家了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